时间来到8:12，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寻日咧又发生一啲即系惨案啊，喺深水埗咧就发生宗嘅轮上惨案，涉及到有三名嘅小朋友，分别系由2岁至到5岁嘅三名都系女童嚟嘅，咁就系被发现喺房间度昏迷啦，咁啊其后就送院不治。咁啊根据警方嘅资料就话，经调查啦，就揭发佢哋咧系怀疑俾人用枕头咧系焗死。涉及到29岁嘅印度籍嘅母亲咧系涉嫌谋杀咧被捕嘅咁。根据一啲报章嘅消息所讲咧，就系话三名死者嘅父母咧，大约喺1年之前系分居啦。相信事件可能都涉及一啲家庭嘅感情问题，而警方亦都话系循疑凶嘅精神状态等等嘅方向系调查嘅咁。有报道今日亦都提到话，被捕嘅母亲咧，消息所讲啊，近日亦都有一啲表现唔正常嘅情况咧，包括有自言自语啊、语无伦次等等咁。嗱，今次呢一个嘅个案咧，涉及到好多唔同因素嘅，佢系本身系少数族裔啦，呢、这个家庭亦都面对紧一啲即系婚姻嘅问题啦，涉及到好几个小朋友啦。而呢一个被捕嘅母亲本身咧，都可能系一啲经济上嘅问题，佢本身系无业啦，有领取综援啦等等嘅咁。嗱，成个情况咧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亦都因为今次事件亦都令到社会关注，就系对于一啲少数族裔嘅支援等等嘅问题，尤其是当佢哋面对紧唔同嘅问题嘅时候，佢哋有冇一啲足够嘅渠道，或者有冇足够嘅支援啊、资源啊等等咧？你自己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早晨。早晨，施丽珊。今次喺深水埗桂林街呢个唐楼嘅单位就涉及到呢一个嘅个案啦。你自己我知道，因为社区组织协会本身都有一个办公室咧，系喺呢一栋个唐楼嘅位置嘅。你自己点睇今次嘅事件咧？同埋本身对呢一栋大厦嘅住户认唔认识嘅咧？我哋其實基本上認識曬大部分嘅住户嘅，因為我哋定期都會即係想去拍門啊，就是、外展洗樓嘅。咁但係就都會有幾户咧拍門係冇人應嘅。咁我哋就會留低個電話啊，同埋我哋其實等大廈咧，佢哋有陣時啲好多人執曬啲樓梯啲垃圾咧，我哋就會揾啲義工同我哋傾咁，同埋都會貼曬啲紙啊。中英文啊，提大家即系清洁问题，同埋我哋个会有啲咩服务可以帮手嘅，系啦。咁就因为我哋知道有一啲少数族裔喺上面住咁样嘅。但多唔多系一啲少数族裔，或者多唔多系拍咗门之后，其实系接触唔到嘅咧？又我哋知道唔系咁多户，即系我哋接触唔到嘅。咁同埋都留到电话。咁我琴晚其实再去行多次咧，咁有啲居民话都见过佢哋嘅。咁但係我哋就未見過啦。咁佢話其實佢哋都有溜佢哋傾偈，不過佢話媽咪就唔係好多嘢講嘅。啲小朋友就好得意咁就提媽咪話：如果你有咩事都揾我哋即係個會，因為佢個個都熟我哋個會嘛。咁但係媽咪就好似即係話即係冇咩特別嘢需要求助咁樣，就冇揾我哋嘅。咁我唔知係因為我哋拍門佢真係唔喺屋企啊，定係佢自己覺得佢自己冇需要就即係唔去求助咯。即係我哋都研究緊呢個問題，係啊。但從你哋角度，呢一啲可能留咗一啲資料話聯絡佢哋，但係佢哋都冇聯絡嘅時候，都冇下一步再可以做噶啦，係咪？通常係啊。如果有陣時即係我哋都試過有啲拍咗門識佢，但係佢都話我冇需要求助，即係冇需要幫手，都有嘅嚇。咁你好難逼佢咁樣做嘅。咁、okay. 但係如果我哋知道佢係單親照顧三個細路，我哋就如果我哋真係識佢咧，我哋就通常都會關注多啲，再扭多佢幾次嘅。係啦係啦。整體嚟講，係咯。今次呢個個案涉及頭先都講好幾個元素啦。佢本身係少數族裔啦，咁係亦都係即係頭先講話單親，因為同佢個丈夫係分咗居㗎啦。咁亦都係涉及照顧咁多個小朋友啦，佢亦都攞綜援等等啦，好多唔同嘅問題或者喺呢個家庭嗰度嘅元素係出現嘅。你自己覺得佢哋可能面對緊嘅問題係啲咩，或者多唔多即係呢一啲少數族裔嘅人士係會求助嘅咧？過往接觸嘅時候有。其實好多少數族裔通常都係夫妻㗎，即係個爸爸做嘢，跟住媽咪就照顧。咁如果佢呢個係單親都比較少，同埋如果你其實一個人照顧三個細路，普通家庭都會困難嘅。咁如果佢仲要係 EM 同埋佢有。冇嘢做啊，一緊照顧咁，同埋佢有啲，如果佢有家庭感情問題，會更加個人會更大壓力嘅。
即係好容易，更加容易啲諗唔開嘅。咁所以我諗，如果係識佢嘅，無論朋友或者係社工咧，就可能都要幫佢諗下辦法，點樣幫佢減輕嗰個照顧啊，同埋多啲即係俾佢逗佢傾下偈啊，出去參加活動，等佢接觸多啲人，即係有啲咩事嗰陣時容易啲講出嚟咯。咁同埋我諗係小組助理佢哋好多時，其實我哋就算做小組助理好，或者係做新移民家庭都是的，如果他是有一些人他是他们熟悉的人或者是他们自己人，他们会容易一点去讲东西的、所以我想如果是做小组助理、的服务，如果比如想、提供容易一点，就可能如果是有一个小组助理 的工作人员、或者义工、去帮手会更加容易咯、即首先我想知道究竟是不是小数族裔的求助整体来说都是不是很多的呢，或者就算有问题未必求助算 是主动的、是的是的、有一些就我们都有一些我们认识了他都有主动的，就是来、问中文、或者他会、例如拿些物资，尤其是口罩、那些、咁但有啲就可能都係覺得啊，我冇乜特別需要啊，都即係睇唔同個別情況，但係普遍佢哋嘅中文程度都係多啲困難，同埋佢哋對於個社會服務唔係咁熟咯。即係佢哋好多時都要主動啲去溜佢哋啊，話俾佢聽其實有啲咩服務可以幫到佢咯。即係佢哋唔求助，就係同可能一般嘅即係香港一路長大嘅人嘅分別，就係唔單止唔知道有啲咩渠道，就係最主要係個語言同埋個文化嘅唔同嘅問題，係嘛？係啦，語言啊、文化，同埋佢哋都多，其實係佢哋好多自己都幾多互相幫助嘅，佢哋自己族群入邊都多一齊去協助啊，佢哋有咩事又互相去問對方啊，咁可能呢個就特別啲咯，我覺得佢係有少少刻意避開一啲即係同人接觸嘅，因為聽啲居民講話，佢同佢講話有服務，佢都好似話啊，我唔使啦，我冇乜特別需要咁樣咯。我想知頭先你都話啊，如果有一啲義工係佢哋嘅族裔嘅人士，可能會易啲開口講，即係同佢哋溝通啦。而家譬如一啲前線社工要接觸一啲少數族裔嘅時候，首先佢哋有冇面對一啲問題？譬如同佢哋溝通啦，佢哋對文化、佢哋嘅文化嘅認識啦，或者係咪好似真係你咁講，會可能孖多一個係本身同佢哋同一個嘅族裔嘅人一齊去傾咁，係咪會咁樣做咧？應該會咁樣會好啲咯。我哋就冇專門嘅一啲叫做少數族裔嘅服務嘅。咁我哋如果我自己覺得係，如果係有嘅就好啲。咁我哋其實我哋以往就去探一啲少數族裔嗰陣時，都會揾埋一啲義工嘅。即係如果專門即係我哋專門要去開發一啲少數族裔家訪嗰陣時，我哋會咁嘅。咁我哋都冇諗過嗰個上面嗰、那個即係、就是、拍唔到嗰、那個係一個EM 家庭啊，不過因為我哋知道有 EM， 所以我哋其實都會有提供埋英文嘅。Okay. 但係就冇其他語言咯。但係佢嗰時就嗰個媽咪好似都識少少英文嘅，識少少中文英文咁樣咯。即係唔係完全話中英文溝通唔到嘅啫。我估佢可能呢個就比較特別啲，佢自己可能再有啲諗唔開啊。唔係好想再接觸人咁嗰種問題咯，會係。不過我想講另一個問題，因為譬如社署有講話，其實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是跟緊的，國際社會服務社都話有即係呢個家庭是佢哋係跟緊的個案啦。話上年十月咧就轉介到佢哋嘅中心嗰度係跟啦。咁協助個女事主處理婚姻同埋離婚事宜，即係似乎又唔係完全即係所謂隱蔽啊或者隱形個案，係同一啲嘅即係非政府機構都有一啲嘅聯繫喺度嘅。喺咁嘅情況，即係有一啲協助嘅情況之下，都發生呢件事，你自己又點睇咧？或者當中有啲乜嘢要再可能做好啲咁樣咧？我所知其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嗰個人手比例都係好唔夠嘅，即係佢一個 worker 要對好多嘅 case 嘅。咁呢個嗰個，我覺得係尤其是深水埗比較叫做重災區，就應該個人手比例要再多啲咯。咁第二就當然其實事主自己嚇唔肯放得開啊，尤其是感情事、家庭問題，好多人其實唔好放得開嘅，或者有陣時會諗埋一邊嘅。咁我覺得係事主自己都要肯避咗啦，同埋尤其是對住啲小朋友嗰陣時，更加要諗到個小朋友嗰個情況咧，係要多啲講自己可以有啲咩，人哋可以幫佢。咁同埋如果人哋幫肯，即係有啲嘢俾佢幫助嘅時候，佢自己都要肯接受咯。因為我哋都試過即係揾到一啲居民，其實唔一定係少數族嚟嘅，有陣時就算本地又好，新移民好，佢哋都有陣時都話啊，我唔需要，或者佢有啲嘢佢唔係好想講俾你聽嘅。咁
就要當事人都肯出聲，肯求助。咁其實有陣時佢哋會諗唔開嘅，覺得係即係都冇得諗噶啦。咁我覺得係可以再自己即係俾多啲機會自己啊，尤其是小朋友啊，咁會好啲咯。咁、okay. 如果係真係接觸到佢嘅社工，就要俾多啲時間耐性去俾多幾次嘅接觸，等佢哋會多啲信任咯。好，唔該曬，施麗珊，同你傾到呢一度先。施麗珊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啊，今次涉及到喺深水埗桂林街嘅呢個唐樓嘅倫常命案啦。兩歲至六歲嘅三名嘅非華裔嘅女童咧，就係被焗死嘅情況。兒童去到咁樣嘅死亡嘅個案咧，都可以話係最嚴重級別嘅虐兒嘅情況啦。這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早晨。早晨啊，主持各位早晨。早晨，黄翠玲，呢次事件你自己点睇咧？同一般嘅虐儿个案又好唔同啦。你自己点睇今次嘅事件或者当中揭示嘅背后一啲问题咧？我自己嘅感受咧，咁呢一宗咧系令人惋惜嘅悲剧啦，感觉咧系非常沉重嘅，亦都再次系反映到年幼嘅儿童系冇能力保护自己嘅，而咧佢哋。本身咧都係有生存嘅權利啦，亦都唔係父母嘅附屬品啦，係冇人應該係可以剝奪佢哋呢方面嘅生存權嘅。咁但係亦都睇到咧，涉事嘅家庭嘅狀況咧，亦都可以話係屬於高危嘅群組。點睇到咧？例如咩因素咧？又係原因咧，係夫婦兩人咧嘅感情係破裂啦，辦緊離婚。亦都等緊嗰個撫養權嘅判決啊，咁個心情係比較忐忑嘅，一般嚟講，咁喺生活上啊，小朋友嘅照顧方面都起咗變化，生活壓力啊、經濟啊各方面嘅壓力都會增加，當事人嘅情緒係容易會受到困擾啊，甚至係轉牛角尖啊。咁喺危機嘅因素方面睇到咧，我哋比對咗社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2021年嘅統計報告啦，同傷害兒童相關嘅危機因素嚇，首要嘅咧就係家長或者照顧者係缺乏嗰個育兒啊、照顧嗰個管教啊技巧咁。其次咧就係個情緒啊、心理問題啊，咁而排第三位嘅咧。就是婚姻的問題了。而婚姻的狀況有變化呢，亦都會影響個人的情緒啊、心理的狀態。這些的危機的因素可以說環環相扣的。在這個個案來看，面對的婚姻問題，加上情緒心理的狀態如果不穩定的，這類的家庭的風險呢，或者傷害兒童的風險呢，是相對會高一點了。我哋唔係話即係針對即係少數族裔嘅家庭嘅管教方式啦。不過今次嘅個案就其中一個元素就睇到佢哋係嚟自少數族裔嘅家庭啦。你哋過往有冇針對呢一類嘅家庭都有了解過佢哋喺即係對於兒童啊或者管教小朋友嗰個態度係點樣嘅？我哋係有做危機介入嘅工作啦，我哋有熱線啦。喺熱線層面，如果評估到係有懷疑虐兒嘅情況，或者係有危機啊，無論係親戚管教方面啊，咁或者照顧方面，我哋都會出隊啦，派兩位同事去上門家訪去做調查嘅工作。咁我哋過去無論係本地的市民大眾家庭或者是少數族裔，我們一樣都是這樣的方向去做。我們少數族裔的家庭呢，是在我們的服務裡面為數不算多的，不算多，間中都會遇到。我們一樣是介入的手法都是一樣的，不過看到呢，少數族裔家庭咧，可能嗰個文化咧都係會有差異啦。咁喺照顧小朋友方面咧，嗰個危機意識咧，咁一般都未係太即係咁高啊。咁喺各方面嗰個支援都需要係多啲。咁所以喺呢、這個方面嚟講，我哋都建議政府咧係檢視同埋加強對少數族裔家庭嗰個支援嘅措施啦。咁係包括協助佢哋融入個社區。
係有助擴大佢哋嗰個支持嘅系統啊、網絡啊，咁多啲人傾講咧嚇，咁遇到有危機嘅時候咧嚇，多啲人嘅關注咧，咁有機會咧係令到佢哋嘅心情咧係或者嗰個嘅情緒狀態咧係會有改善。咁當然啦，喺呢方面嘅服務宣傳方面都需要加強，讓佢哋認識到社區嘅資源，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求助，可以去使用啊咁樣。從即係防止或者預防虐兒嘅角度嚟講咧，即係譬如過往一啲睇法嗰啲就可能有一啲痕跡可以睇到啦。譬如呢一類嘅個案係咪都比較難去事前？有一些跡象是即蛛絲馬跡可以發現到可能會去到咁嚴重的後果咁樣。咁喺過去啦，我諗回顧一啲過去發生嘅一啲嚴重嘅虐兒事件啊，咁甚至係一啲兒童受虐致死的事件來看，一些長期都未能夠被接觸到的家庭，或者接觸到了但他都拒絕接受服務，拒絕家訪，其實背後都反映到可能他家庭裡面有一些狀況，有一些隱藏的危機，這些都是要很小心 去處理，是多幾次去接觸他，看看會不會有是發現到有一些嘅狀況係可以咧，係有相關嘅部門嘅機構去介入啊咁。咁喺呢一宗嘅悲劇嚟講，雖然已經係發生咗，係無可挽救，但我都好想咧，就係勸喻有類似背景嘅家庭啊，喺預防嘅角度嚟講嚇，勸喻有類似背景嘅家庭喺遇到情緒困擾啊、生活出現好大嘅困難嘅時候咧，係需要及早尋求協助。同社工去傾訴，相信一定是有出路的。社工除了是協助去調解夫婦之間的婚姻問題啊，或者他們雙方一些在處理婚姻的過程一些的爭議啦，尤其在照顧小朋友方面，亦都是需要持續去評估那個家庭的狀況，和需要作出適當的建議和安排。在當中呢，在這類個案來講當中，政府聯同非政府機構營辦的那個共享親職支援服務呢，是可以幫到一離異的父母去提供以兒童為本的輔導，亦都會協助他們去定照顧仔女和親子聯繫的計劃，協調他們雙方的爭議，這些服務是可以幫到，亦都係咧有提供俾少數族裔嘅家庭，佢哋嘅服務單張都係有多語言嘅。咁另外一點我都好想講咧，就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就係家人、親戚同埋朋友。盡可能俾多啲嘅關懷，喺生活啊或者照顧小朋友方面提供到支援，亦都好重要。提高警覺，如果發現佢哋有嗱，黃翠玲，因為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有講到尋日發生嘅深水埗嘅呢宗命案，涉及到三名分別兩歲至到五歲嘅三個小朋友啦，女仔嚟嘅都係。咁啊，而家就係話佢根據資料所講啦，就係懷疑佢被佢哋被枕頭焗死啦，涉及到佢哋嘅媽媽就係29歲印度籍嘅媽媽，咁而家就話佢係涉嫌係謀殺被捕嘅咁。社署方面就話高度關注咧呢一個深水埗桂林街嘅大廈發生嘅家庭慘劇啦，就話涉事嘅女子同埋佢三名嘅女兒咧，都係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嘅個案嚟嘅咁。今次頭先都提到啦，今次嘅涉及呢個家庭嘅背景啦，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其中一個就係佢哋係嚟自少數族裔嘅咁。這個都令到大家關心喺支援上面有冇足夠嘅渠道，或者佢哋一般如果真係遇到各種問題嘅時候，嗰個求助方面又係點樣嘅咧？咁都想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融樂會總幹事謝永玲，早晨。早晨，蕭立文。早晨，謝永玲。剛才講到呢個個案啦，印度籍嘅媽媽，咁就佢本身就係冇即係無業嘅，亦都係靠綜援生活啦。話根據資料所講，都話佢大約一年前就同個丈夫係分咗居，亦都相信話即係今次個案件可能都同家庭嘅感情問題有關，好多唔同嘅元素喺今次呢個個案度出現。你自己點睇？或者首先特別關注啲咩啦？或者今次呢一個家庭？睇落啦，就冇家暴嘅記錄嘅，亦都冇話嗰個疑犯冇精神病嘅記錄嘅，係咪都算係叫高危咧？你自己心目中咧？我諗第一點要講嘅咧，就係佢冇接受精神健康嘅服務咧，唔等於佢冇精神健康嘅問題。嗯，即係好可能即係話佢未被發現、未被診斷、冇接受呢一類嘅服務嘅啫。嗯，咁其實係如果作出一啲即係日常運作唔到，或者係出現嚴重問題、嚴重行為偏差咧，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失常嘅。咁當然我哋仔細詳情唔知啦，咁不便即係喺度傾一啲我哋唔係幾知道內情嘅嘢。咁但係一般而論咧，可以話少數族裔喺呢幾年疫情受到影響咧，係相對其他嘅香港市民多嘅。咁因為我哋本身機構都喺疫情最高峰嗰陣時做出一個研究啦，一個調查啦，就發現少數族裔咧嗰個失業情況咧幾乎係五成嘅，即係兩個人之中一個人失業嘅。咁個重點咧就係少數族裔嘅家庭咧，通常係嗰個丈夫出外工作啦，那個太太咧就係留喺屋企啦，咁就唔做嘢嘅，通常都係照顧細佬哥啦。咁佢哋嘅家庭咧，亦都係較為多成員啦，平均一個家庭係五個人嘅。咁而香港嘅家庭咧，大家知道相對地小細嘅，就係2.7嘅啫。咁變咗喺經濟嗰個負擔係一個問題，情緒即係、就是、困咗咁耐，會唔會情緒出現問題咧？另外一個問題，當然你正話講過，可能一啲個人情感啊上嘅困擾啦。咁但係喺少數族裔裏頭咧，佢求助咧，特別係女性咧，就嗰個求助機會係低，佢哋嗰個意欲唔係幾肯去求助嘅。嗰、那個原因係咩咧？主要係文化背景嘅問題、語言嘅問題，定係各種其他原因？兩個問題都有，一咧就係嗰個語言問題啦。即使佢克服咗個問題，但佢未必會主動咁尋求一啲即係輔導嘅服務啊咁。咁亦都文化上有個差異啦。咁好多時往往咧，佢哋單對單咁，你同佢傾咧，佢會傾出佢啲心事啊、個人問題啊、經濟問題啊，即係會講到出嚟嘅。但係舉個例，例如佢語文唔係幾好，佢要帶個親戚或者朋友同佢翻譯嘅。咁其他人一出現咧，佢哋嘅問題咧，唔知點解就冇咗噶啦。即係好明顯咧，喺其他人士面前咧，即、就、係、是、一啲親戚朋友面前咧，佢哋唔係幾願意透露屋企或者自己一啲嘅情況。咁、okay. 呢個文化差異啫，即係都幾特別咯。即係佢哋都未必，就算知道有渠道，都未必去揾呢啲支援。咁究竟仲可以點做咧？即係如果佢哋根本係未必好傾向有問題嘅時候去揾人幫手嘅時候，就算有支援，有更多資源投入落去，可能佢哋都未必會接觸到、聯繫到嗰個人。我諗先講個資源先啦。少數族裔，我哋假設我哋唔計外籍傭工咧，
係4%個人口係少嘅族裔。嗯，如果我哋計埋外籍傭工咧，接近9% 咧係少嘅族裔。咁嗰個人口咧唔細嘅，係好多人嘅。嗯，咁當然有一定嘅無論輔導啊、精神科服務都喺香港有啦，亦都係政府係亦都建議緊一間嘅心理健康嘅少數族裔嘅特別俾少數族裔嘅一個中心，但係仲喺即係籌辦階段。咁佢哋要有服務，而係又冇咁嘅人手。我舉多個例啦，就係、是香港嘅社工咧，少數族裔嘅社工咧係少之又少嘅。少成點咯？我想知佔幾多少？少到20個人以內。咁全港20個人以內，係啦，要服務即係斷以千計嘅人，4% 嘅人口，咁點服務咧？咁呢個係一個難題，所以變咗即係一定要諗一諗。點樣可以盡快訓練多一啲嘅社工？呢、這個原因係咩？即係本身可能要訓練一啲肯接觸少數族裔嘅社工好難，即係本身係個難度特別高啊，因為要語言嘅要求啊，定係啲咩原因？係最主要咧，係訓練社工要嗰個語言嘅要求啊。嗯，係書寫流利中文廣東話呢個問題。即係好多即係少數族裔嘅人士想參與，但係佢講得即係講得完全都冇問題，不過佢書寫未必係咁流暢，咁你就唔俾佢入呢啲咁嘅社會工作訓練啦。咁呢個係問題嚟，即係你佢入行都入唔到，佢點參與咧 ？OK。你自己建議點解決呢？因為我見而家其實有啲嘢做緊，我都講少少啦。2020年起喺港島、九龍、新界共設立3支少數族裔外展隊，亦都推展為期3年少數族裔一啲社區大事試驗計劃，係咪都有一啲方向係啱嘅咧？咁樣行或者又夠唔夠咧？個規模上嗱，其實呢啲係好事嚟嘅。嗯，不過佢哋未必係夠一定嘅專業。即係你一定要有啲少數族裔喺度，特別係喺精神健康嗰個訓練係要足夠。如果你一般係探訪佢啊，睇下佢有冇足夠服務，諸如此類咧，咁係唔足夠係即係輔導佢哋一啲嘅個人需要嘅。咁變咗你最好咧，即係較為理想嘅做法就係有少數族裔用翻佢嘅語言。作為一個社工咁好專業咁用外展嘅手法去探佢哋，俾多啲時間同佢哋溝通，疏導佢哋，了解佢哋，即係輔導佢哋。否則即係睇唔到你根本佢哋因為佢哋情緒咁困擾咧。佢好少會主動咁去求助嘅。OK， 針對呢一點，首先你覺得點樣可以，即係咪可能喺中英文或者中文啦，起碼嗰個書寫啊要求上面係降低啲咧，或者另外長遠嚟講呢個就咁做啦。但係短期之內點樣可以快速地增加對一啲少數族裔嘅支援，尤其是各類型嘅問題，包括精神健康等等咧？我諗政府可以喺宣傳力度嗰度做多一啲，因為你而家就算有問題咧，一般香港市民咧都唔想去求助嘅，特別係少數族裔更加唔想去求助。咁因為求助好似有個標籤效應咁，即係我弱者我先去求助。咁我諗嗰個心態必定要即係普羅市民都要改變，係我哋鼓勵啲人去求助，強者求助，即係咁先得。即係否則佢唔企出嚟，你又揾唔到佢，佢又唔肯出嚟。接受服務，咁即係大家都即係做唔到嘢嘅，咁所以變咗我諗短期內咧，要快快脆脆喺精神健康方面咧落多啲資源，同埋喺宣傳方面要大量做先得。頭先你講話即係啲人究竟去唔去求助啦，可能涉及到係唔係一啲所謂隱蔽個案嘅。今次呢個個案我都想問下你自己覺得係咪算隱蔽咧？因為其實社署都回覆啦，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係跟進緊佢哋嘅個案啦，係話提供緊一啲譬如婚姻同埋照顧兒童嘅輔導同埋情緒支援，似乎又有一啲服務係俾緊佢哋嘅。有服務俾緊之下，都仍然發生今次嘅事件，你自己覺得可以點樣加強咧？我認為如果我哋用隱蔽啲字咧，就好似一個藉口咁，即係佢收埋自己，因為我點揾到佢啊咁，即係唔夠積極啊。其實睇下啊，當然我哋事後孔明就容易啲做啦，
但係你事後睇翻下呢個家庭面對一啲風險因素幾咁困難啊！一個破碎嘅家庭，一個女士要照顧佢三個女，而係佢啲女係咁細，呢、這個女士係冇嘢做，係接受緊綜援嘅，即係喺劏房裏頭住，即係每一個因素都唔係正面嘅。仲有加埋少數族裔，即係援助較少。你即使有人俾服務佢，嗰種服務嗰個質量啊，夠唔夠咧？係咪可以幫佢解決到啲一啲問題咧？即使經濟啊、心理啊、個人嘅感情啊，即係各方面都要照顧得到，唔係話我俾咗錢啦，你點解搞唔掂啊？Okay. 即係我諗嗰個心態我哋要係謀求有啲即你一定有質素嘅服務先至得，唔係話我俾咗服務噶啦，咁就算啦，咁即係我哋嘅心態唔應該係咁。OK， 好啊，唔該曬謝永玲，同你傾到呢度先。謝永玲係融樂會總幹事啊，就住今次呢一個慘案啦，深水埗嘅。一個嘅少數族裔家庭咁啊，涉及到當中有三名嘅女童咧，就係、是、死亡啦，而家亦都係佢哋嘅媽媽啦，咁啊係印度籍嘅，咁就係被捕懷疑就係佢涉及到可能係用一個嘅枕頭啦，係即係將個女童焗死嘅三名。咁而家見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都話對命案感到痛心，亦都呼籲成年人即使有任何唔開心嘅情緒咧，都唔應該傷害小朋友。如果有需要嘅話，應該係尋求支援等等咁。就住今次呢個案件，我哋再請一位嘉賓，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你講下你哋嘅睇法。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早晨，施樂文。今次呢一個嘅個案，你嘅睇法啦，同埋對於呢個家庭，尤其是大家都個討論點就闊到去，就係少數族裔嘅支援，你自己當中有冇見到啲位係可能都覺得要再做好啲嘅咧？其實自從疫情之後咧，坊間好多嘅研究或者調查咧，都説明香港人嗰個情緒同埋精神困擾係比較大嘅。咁即係當然我哋大部分都係一啲輕微嘅一種嘅影響啦，咁但係當中亦都有唔少係精神困擾比較嚴峻嘅一啲。咁呢啲信息都講咗出嚟咧，就係我睇政府方面嘅反應就比較遲慢一啲啦，即係冇係好面對話而家精神或者情緒困擾嘅家庭或者個人多咗，於是乎話檢討下現有服務一點可以進一步改善啦咁樣。咁我哋睇唔到呢一個嘅動作啦。咁頭先小華文提到話少數族裔，少數族裔一路嚟講咧，我哋都睇到係一個弱勢社群嘅一種嘅群體嚟嘅。主要原因佢同個社會嘅接觸係比較單薄啦，社區嘅支援咧係比較即係嗰個網絡支援亦都係比較弱嘅。咁雖然我哋話提供一啲服務去鼓勵去主動提出去幫佢哋，或者係去提供服務俾佢哋咧。但少數族裔咧都有一個內向嘅一種嘅一個反應嘅，佢哋多數都唔係話好積極啊，或者好有啲係好積極嘅，但係我哋觀察到好多都係比較內向一啲，都係一個小圈子啊家庭咁樣，或者小圈子一個社群，或者係個村裏邊有幾個咁樣大家維繫下咁。咁呢個都係一個社區比較薄弱嘅一個工作啦。咁一路嚟講，有啲機構其實都倡議話，可唔可以擴大呢個融，即係同一個少數族裔同社會融合嗰方面啦。咁當然有佢難度嘅，因為文化、語言啊之間都係有多咗功夫。咁但係而家好在咧，就小學方面、學校方面咧，就容易做咗啲呢啲功夫。咁學校層面我哋喺個融合幾好嘅，但係社區啊。個融合而可以再即係做多啲功夫。但頭先都講到對於少數族裔嘅支援啦，亦都講到話佢哋可能未必好願意主動去求助，呢一個係一件事啊。但本身擺落去少數族裔嘅支援嘅資源，你自己覺得夠唔夠，或者夠唔夠足以令到佢哋接觸到？如果真係願意行出嚟係主動求助嘅時候，係有嘅咧又？我覺得係仲可以加強嘅，因為少數族裔特別社區嘅支援服務咧，或者一啲社區活動咧係有。但係，我覺得仲可以加強好多。譬如咧，我哋每個區都好多村都有長者中心，咁啲長者中心為長者服務，咁我哋可以動員好多長者參與。咁呢啲嘅少數族裔嘅啲社區中心就比較少，即係不能做到每區都有。咁如果係咁樣，佢哋已經係相對被動啦。咁你又要喺一個好難、好遠嘅地方嘅地方先能夠有啲活動啊服務。
咁對佢嚟講參與嘅鼓勵性就唔大咯。Okay. 反而我有另外一個問題角度，除咗做少咗贖罪之外咧，就而家即係佢哋都有啲人係接受咗家庭嘅輔導服務噶嘛。咁咧就頭先都講啦，因為而家情緒精神困擾嘅人多咗咧，而家我哋社工嗰個嘅接嘅個案係比以前係大大增加嘅。咁我簡單嚟講，可能一個社工要接對應係60至70個個案，咁呢個工作量咧係有困難嘅。再加上我哋社工近年嘅人手流動都比較大啦，有啲人離開香港啊，亦都係機構之間喺度流動都比較嚴重。咁嗰啲我哋係唔容易揾到一啲咧係有經驗嘅社工，特別係做輔導啊、精神健康嗰啲。咁呢個問題都值得政府去審視一下，即係審視一下咧，究竟嘅人力安排點樣去面對而家嘅社會需要咧？咁呢啲地方我哋都希望喺立法會可以跟進一下。嗱，今次個案其實都話有一啲非政府機構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咧，係跟緊提供一啲即係處理佢離婚啊、婚姻嗰個事宜嘅。咁亦都即係最終都發生今次呢個事件啦。你自己覺得喺個服務上面係咪都有啲乜嘢係反映到啦？咁另外我見咧，而家即係就住今次個案咧，除咗話少數族裔，其中一個嘅元素就係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婚姻或者家庭嘅問題要處理。其實而家即係都有一啲叫做共享親戚支援中心嘅，你又覺得呢一啲服務係夠唔夠支援咧？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我哋嗰啲NGO 又好，或者社會福利署提供嘅家庭服務咧，正如頭先我提咧，就係嗰個社會需求大咗好多。咁我哋前線嘅社工接嘅個案係個數目個比例係咁樣嘅時候咧，譬如1:60或70，外國係一半嘅啫。咁呢個工作量真係有困難，有個壓力啦。頭先都講到人手嘅流動，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服務嘅安排。當然呢個我哋要努力，我哋社工同事係會努力去做嘅。但係呢個客觀環境都係對成一種壓力啦。咁呢個我哋真係要值得去跟進啦。咁你話家庭破碎、離婚嗰啲支援中心，坦白講，有幾多人會知道啲服務啊？咁所以呢啲都係咧叫做有，但係嗰個推廣啊、宣傳啊，能唔能夠可以到位咧？咁呢啲都係我哋要檢視一下咯。咁一路嚟講，就香港嗰個離婚率都係有不斷咁增加啦。咁同埋即係離婚之後單親家庭嘅服務，單親家庭服務你問翻啲機構，根本就少之又少。咁呢啲服務其實都係因為而家嘅社會環境嘅壓力而造成家庭困擾咧，係咪又重新檢視一下咧？除咗尋日呢一單嘅即係案件之外啦，上個星期五都有一宗大家非常之關注啦，就喺荷里活廣場發生嘅謀殺案啦。咁根據警方嘅資料都話個疑兇咧係有精神病記錄嘅。你喺立法會係咪都有啲跟進嘅工作？係啊，我就尋日就提咗個緊急嘅口頭質詢，咁喺嚟緊禮拜三即係討論翻呢個問題啦。批咗啦，係嘛？未知啊，等個主席安排啦。咁咁我哋都希望，我就希望喺立法會，譬如立法會大會啦，或者喺福利事務委員會咧，都能夠去進一步討論。因為事實喺個服務咧係有多嘅可以檢視嘅地方嘅。譬如話點解我哋嘅有精神病困難嘅朋友要輪候門診要等1.5年咧，咁呢個空檔期根本係不能接受啦。同埋醫社合作之間係點可以加強個服務啦？而家完全冇一個規劃去面對呢啲問題。最擔心一樣嘢咧，就係我驚呢啲個案咧造成一種嚴重嘅歧視嘅情況。咁如果社會有個歧視，對精神康復者嚟講係不利嘅，或者係服務提供亦都係不便嘅。咁呢啲位咧，我覺得政府應該係睇睇啦。咁我哋喺立法會，希望喺唔同嘅平台咧都會跟進件事咯。服務係需要即係大大提升個效果。頭先你講話精神健康嗰個支援方面，最主要你就關心個排期排得耐，仲有冇其他一啲嘅關注點，或者你睇到有啲建議可以即時係去做嘅咧？又嗱，而家咧我哋係有嗰個精神健康社區綜合。社區綜合中心嘅，咁喺社區層面咧係幫助嗰啲病患者啊咁樣，咁可能佢喺醫院啊就睇咗醫生，出翻嚟嘅社區融合個社會，咁呢方面嘅工作咧，我哋可以諗下點樣可以做得完整一啲。譬如話人手可唔可以改善啦，令到個案跟進比較即係可以合理一啲啦。第二方面家庭嘅支援啊，即係家庭工作緊要嘅，因為嗰個家庭嘅網絡咧，其實係一個最好嘅一個支援系統啦。咁第三方面就係嗰個嘅公眾教育啦，
咁大家認知，其實好多專家都講啦，即係精神病患者唔係想象中咁即係大家咁驚訝嘅，或者係即係個案有嘅，但唔代表咧係一個好普及嘅現象啦。咁呢啲嘅公眾認知都係需要嘅。咁同埋呢啲中心咧，同嗰個醫療系統嘅配合，即係醫嘅合作，點樣理順一啲咧，都係重要咯。半分鐘到咧，今次即係禮拜五嗰次咧，同埋尋日呢個兇殺案咧，你覺得係咪都係個別事件咧？有冇啲咩要即係共通兩件事一齊關注咧？又半分鐘啫。當然就是個別事件啦，我哋不能一般性咁講話精神病患者就有呢啲咁嘅暴力嘅行為嘅，一般性個別案件嚟嘅啫。咁當然就是我哋一路嚟講就有個機會睇到咧，就社會嗰個精神壓力同埋嗰個情緒壓力咧係比較嚴峻嘅。咁而家服務就與時並進咧，點配合得好啲啦咁樣。OK， 好，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狄志遠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就住無論係上個禮拜五嘅即係喺荷里活廣場嘅兇殺案啦，同埋尋日嘅呢個倫常嘅案件，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你哋睇法。